三、二、一，开始 ，Game on。左边，乌鸦鸦已经领了一个马纳走了。哦，战线崩溃，战线崩溃，大家注意，注意自己的战线。后面，乌鸦王。暂停。就是乌鸦王已经过界了，刘叔，你过界了。变到了，越位。啊，第二场我们判定红方乌鸦王获胜。不好意思，嗨，同时射两箭算一发还是两发？我没有规定过同时射两箭这个东西。那可以射还是不行？先不要好了 ，sorry， 因为我没有规定过。打这边都没事，对，打这边没事。进去应该我觉得是准的啦，我相信有用。像刚刚那样，他已经死了。对啊。好，恢复场地。其实我看到的是蓝乌鸦王被人群挤到边界外面。就是一个星海争霸走到没有自己的那个养分的概念。你要做纯金魂，你这个怎样？多多一点。OK， 没问题。你只要大喊，大家就会注意到你存在，而且他们要注意存在，他们是会怕的。我看他们其实会，哎、欸，干那个要干嘛？要不要丢过来？所以我觉得就是那种表演弄，他们会好玩就好，会反应。好了，要决战喽！最后一场决战喽！最后一场。